此，多谢钟离先生的提议，我记下了。早就听闻钟离先生博古通今，没想到还精通烹饪的妙法，能与钟离先生结识，是我等后辈的荣幸啊。哪里，各位都是青年才俊，各有所长，我也有自愧不如的地方，理应与大家互相学习。先生谬赞了。那个，若有机会，能否请钟离先生在驱邪术法方面也为我点拨一二？方式驱邪吗？这方面我只能说是略有涉猎。如不嫌弃，我们慢慢。哇，原来已经有这么多人先到了。我们只知道胡桃请了钟离来，却没想到能遇见这么多老朋友呢。大家海灯节快乐哦。节日快乐，请。节日快乐，玩得开心吗？我也是哦，虽然以前也看过星燕的演出，但这次的风格却是第一次见。听说观众们都很喜欢，所以他最近的演出邀约特别多，成了大忙人。云锦也去帮他的忙了。嗯，他们还托我们向各位问好，祝大家节日快乐，聚餐愉快。演出的确精彩，只是香菱看完后创作灵感大爆发，给我们出了不少难题。哎，我们？香菱不是只找了我试菜吗？不重要，不重要，你吃就是我吃，我不介意。这么一说，我确实一盘不留，全推给重云了。什么？香菱做了新菜？我要吃，我要吃！看看看看，还是派蒙捧场，谢谢你派蒙。哦，还要谢谢钟离先生，对我的新食谱提出了不少一针见血的好点子。所以你们刚刚就是在聊这个嘛？嗯，既然是饭局，话题不免要落到菜肴上。香菱大厨剑走偏锋，食材的选择和调味的方式都像音符一般在味蕾上跳跃，我的建议嘛，只是锦上添花罢了。哦，不愧是你们。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等我按照钟离先生的办法调整好食谱，再来请你们品尝吧。嗯，这样的话倒是听着靠谱。那要不下次我来试菜。说到吃饭的问题，刚刚我就觉得少了点什么。邀请我们来的胡桃在哪里呢？还有锅巴也不在。锅巴啊，自告奋勇在老爸那里帮厨呢。你知道海灯节来吃饭的人特别多，要不是锅巴留在外明堂帮忙，我可能还腾不出时间来赴胡桃的饭局。至于胡桃，堂主说是要去接一位客人，让我先在这里接待各位，看看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咦，需要胡桃亲自去接，那一定是很厉害的人吧？难道是柯晴、宁光，还是北斗船长吗？这个嘛，堂主没有主动说明，我作为下属自然不好细问。当当当当，我们来喽。没迟到吧，没迟到吧。哎，多亏大圣和我一样哗啦哗啦来去如风，时间正着好。原来贵客竟是降魔大圣，久仰久仰。堂主相约小聚时没有说明，真没想到来客不仅有少年英雄，还有维护离月四方和平的金鹏上仙，能与大家齐聚一堂，实属颜面生辉。马上就是海灯节，帝君今日突然来访，是……唉，
堂主的性子实在让我难以招架。帝君是为何事忧愁？堂主吩咐我为节庆采购芝麻油。那帝君为何能一路走到望舒客栈来？我与严孝大厨闲聊了一番，讨来几味调味品，还有你看，这是松茸几朵，火腿一份。那芝麻油？多少有些遗憾了，确实没有堂主想要的那种。中，客卿先生言过了。哎呀，这人又开始了，不快请客人坐下，去先讲这好些客气话。在座各位无一不是名声在外的大人物，多多少少都互相听说过，还有不少是熟人，就不要这么讲究了。听说大圣就和旅行者很熟悉，对吧？那感情好，你俩坐一块儿。堂主也请。哎呀，可想起招呼我来了。正巧刚刚来的时候，星月轩的招待说我之前点好的菜已经开始出锅了，事不宜迟，就让他们上菜吧。说起来可真没想到，胡桃去接的客人竟然是香。我也第一次知道，原来旅行者和派蒙是降魔大圣的好朋友。重云也认识香啊，说认识不太准确，应当说久闻大名。派蒙可能不知，我们方氏一派与降魔大圣有些渊源，一明一暗共同除妖驱邪，也有很长一段历史。没想到今日竟然能在堂主的帮助下亲眼见到降魔大圣。在下有礼了，客气。有缘得见传说中的降魔大圣，我也倍感荣幸。之前还听重云提起过呢，记得你说定要让降魔大圣知道驱邪方式的重要性。我们也认识。之前厨王争霸赛的时候，仙人还帮我试过菜呢。嘿嘿，没想到还有机会再见，海灯节快乐。百闻不如一见，在下是香菱和重云的朋友邢秋，有礼了。哇，大家都突然恭敬起来，我都不知道怎么插话了。萧大人，降魔上仙大圣派蒙也给你行礼，预祝海灯节快乐。我已经很努力地整理措辞了，不要挑我毛病了。各位不必多礼。大圣说的对，本来就是熟人一起吃吃饭，你们这样进来进去的反而会让人家紧张啊。让你们这么小心翼翼，可不是本堂主请大家聚餐的本意。那胡桃本来的目的是邀亲朋好友小聚，共品杯中佳茗，共赏琼上繁灯，是为告别旧岁，喜迎新象。以上就是客卿会说的话，建议大家鼓掌。确实，堂主学的可真像。至于我嘛，就是想图个热闹，请大家吃些好吃的。这一年大家都在努力生活，旅行也好，向导也好，做饭做生意，驱邪降魔也好，还有在堂里时不时帮着干活的客卿啊，大家都很了不起，而能把大家聚到一起的本堂主就是最了不起的人了。哎，虽然听着有些自大，但能叫来不怎么进璃月港的萧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好，我明白了，多谢老板娘。
是老板，不是老板娘。哎呀，好活泼的孩子，跑得真快。降魔大圣，萧上仙，望舒客栈的守护神，梨花洲的大英雄，你在的吧？安静，不要扰人清静。哎呀哎呀，真是抱歉，但不这样你是不会现身的吧？我认得你，往生堂第77代堂主，找我可有要事？倒真是胡大堂主会做出的事情。所以降魔大圣是为了避免胡桃乱来才答应的吗？我倒觉得应当还有其他渊源。哇、哦、客卿聪明。哎，原来还有后文吗？接下来其实是无聊的部分，就是扯了些往生堂和仙众夜叉的往事，纯粹是为了套近乎了。据传魔神战争时期争端多发，灾祸丛生，人类无法逃脱疾病与死亡的折磨，仙众降魔除妖，千岩军奋力苦战，而往生堂负责驱除疾疫，送归亡魂，如此才得以在战乱时期断明生死界限，避去了更多事端。嗯，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客卿得一分。不过即便是这样的老伙伴关系，本堂主还是费了一番口舌才把大圣劝来的。哎呀，还是你懂他。此事无法回避，我自当多加考虑。确实，不过我早想到了，所以只请了和元素里有缘分的朋友来，只是吃饭这点功夫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没想到人这么多。降魔大圣还请不必多虑，目前我们大家都没感觉有什么问题，尤其是这位少年方士，有纯阳之力护身，很能扛的。这是两码事吧？而且刚才是不是你把胡萝卜放我碗里了？不要转移视线。有吗？这一次我站重云这边，我也看见了。幸好今天锅巴不在，锅巴最看不得人挑食，可能会逼着你吃下去哦。啊，锅巴是这种固执的性格吗？不过想起之前听香菱说过，锅巴是炉灶之神的故事。呵呵，原来是听了民间的传说。情况尚可。前不久，大约是海灯节前夕，我碰见了一位老朋友，有他的帮忙，我的情况稳定不少。对对，啊，不对啦！风带来故事的种子，时间使之发芽。啊，不小心就接上话了。不过这个熟悉的声音，难道是？嗯，本堂主没听错的话，门外是有人在吗？客卿别愣着，快给人家开门去。不劳烦，我来打扰喽。哎呀，终于请我进来了。嗨嗨，不论我们从前是否在别处遇见过，如今又是崭新的相遇了。新老朋友们，大家节日快乐哦。天哪，是卖唱的！哎呀呀，这位小哥好飒爽，看着就像是我未来的朋友。来者是客，相逢是缘，一切尽在不言中。坐，菜随便加，我让他们给你加副餐具。嗯，看这位小姐的神态，简直像鲜花，像朝阳一样明朗，一看
就是这里最有话语权的人。这么多好东西，真的可以请我吃吗？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是你？啊，这位不是沈玉老师？嗯，沈玉老师。啊，仔细一看，原来是沈玉老师的书迷呀、啊！之前我在某次轻小说的书友会上认识了行秋，真是相见恨晚呢、啊。能把沈玉老师的星座剖析得如此透彻的人，除了我以外，原来还有第二个。温迪老师真是谦虚了，要论诗歌文采，还是你的功底更深厚。所以，这位是行秋少爷的熟人。对，对，年关将至，越接近海灯节，妖邪越是蠢蠢欲动。节日前夕，我正在迪花洲一带巡逻，碰巧遇到了这位。啊，才过几天就忘了，职业是吟游诗人哦。就像派蒙说的，我在迪花洲卖唱嘛。哦，这位吟游诗人，那时正在迪花洲演奏，乐声悠扬动听，令人心情和缓。我忍不住多听了一阵。感谢惠顾。原来如此，我也了解了。我是钟离，现于往生堂就职，很高兴能认识您这位新朋友。哦哦，他的上司就是我啦。如果对客卿的工作有什么不满，可以告诉我。堂主费心了。啊、哦？怪不得，只有这样聪明可靠的老板，才能招到看上去就很厉害的下属嘛。哈哈，温迪真会说话。我的这位客卿确实厉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往今来的事情无一不知，无一不晓。有时看他说话老成的样子，我都怀疑他也是哪位仙人微服私访呢。哎，大圣，你就是仙人，那你来说说，有这个可能吗？我，抱歉，我只擅长降魔，才疏学浅，未曾听闻。哎，是这样的吗？可是笑，我觉得你很有文化，懂得很多呀。啊？啊？哦，确实。笑他是个武人，平时也不怎么进城，不懂这些很正常啦。哎，这样吗？我倒是对钟离先生的大名有些耳闻，听酒馆里客人们念叨过，说是有个彬彬有礼的青年人来了蒙德最好的酒馆却不喝酒，硬是点了一杯名字拗口的热茶。这么一说，我也记起来了，蒙德似乎是有那样一号艺术家，传闻他文雅随和，作品又灵动鲜活，即便被誉为蒙德最好的吟游诗人也不为过。哎呀，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实蒙德诗歌整体也就那样了，创作水平有限。比如前些日子听过一首《古宅换新迎入春风吹拂旧意》，意思确实传达到了，但措辞过于常见，谈不上什么文采。嗯，确实行文上差点意思。要本堂主来的话，大概会写成藤上一颗老瓜，却在顶上开花。哦，真是好诗，意境独特，朗朗上口。我果然没看错，这位温迪小哥好有眼光。握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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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秋，我说啊。嗯，
回去后能借我几本书看看吗？选你觉得文笔好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文学水平不达标，有点听不出好坏呢。啊，我觉得可能不是你的问题。重云说的对，不是我们的问题。有道理啊。话说回来，麦唱的为什么会在这里？也是来参加海灯节的吗？听说黎月今年要办海灯音乐节，我作为诗歌创作者，怎么忍得住诱惑不来看看呢？艺术就是要相互碰撞，才能产生灵感的火花嘛。说起来，主办活动的那位枫丹朋友，我在石门附近见过他。红色巡回终于举办成功了一次，可得好好祝贺他呀。我们之间可不能这么客气啊。说起来，我之前见你们陆续进入星月轩，却没有一个人发现我在边上呢。该说是我藏得太好呢，还是有些人无视了风声呢？呵呵，每到海灯节，黎月港都人声鼎沸，大家忙着赏灯逛街，情志到了难免即兴出游，谁都不好预测他人的动向啊。眼下庆典进展顺利，新朋旧友相聚，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美事，能在新年伊始与诸位相聚于此，真是令人开怀。此情此景，请允许我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啊，钟离先生说得好啊，替我把想说的话都讲完了。说到这个就有些不好意思了，我一个不速之客突然闯进聚会，没有给大家添太多麻烦吧。在蒙德这种时候我们都是喝酒的，但钟离先生坚持喝茶，那我也用茶水敬大家一杯，多谢款待了。客气客气，本堂主做东，大家吃好喝好，新年登高。之所以只有茶，也是考虑到餐后大家可能还有活动嘛。他们两位突然开始敬茶，我们要不要？何事慌张？可以。二位已经吃好了吗？出去透透气，消消食也不错。那我也。其实，好吧，一定要回来哦。走吧，你先请。你和那位温迪老师，难道是家族生意上的伙伴？对，你了解我家的，很多商业机密不方便在饭桌上大声讲。啊，果然是这样。说起来，开饭之前你们聊了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吗？哦，在说做饭的事情呢。钟离先生说他前一阵出了趟远门，去敲银庄拿到了少见的茶油和芝麻油，推荐我也加在新菜里面试试。哎，怪不得那天他去了好久呢，这些东西要换别人来还真不一定找得到。果然下次还得让他去。记得快点回来啊。老实说，我怕我说错话。这位新朋友听上去很懂酒的样子。哎，哪里哪里，我只能喝个热闹，比不上钟离先生讲究。还好这次是喝茶，不然万一我酒量不行，喝醉了说些胡话，岂不是要让刚认识不久的钟离先生看笑话了？不敢不敢，
您是胡堂主请进来的客人，我怎么敢笑话您呢？你还好吗？我一言难尽，不是场面的问题。从前仙人里也有不少喜欢聚会闲聊的家伙，不时叫上大家一起喝酒吃茶。我也被硬拉去过很多次，但仙人们各思所长，大多心高气傲，说话也向来直抒胸臆，没有这么多门道。而这次嘛，不是这个意思。你果然知道他的身份，我就直说了。风神生性自由，脾气也如同他的笛声一般自在，这样的神想要和人类融洽相处轻而易举，而这大概是我永远做不到的事情。确实是你会说的话，无妨，我清楚我的情况。所以偶尔想到与你正常相处的样子，总感觉反常又新奇。胡堂主此番邀请实在难以推脱，前来赴约时我已有了心理准备。他说只请了和元素力有缘分的朋友，我便知道你会在，只是没想到其他的客人。星元大将常说应当及时行乐，享受惊喜，或许指的就是这种感觉吧。不过他指的应该是他给周围人设计的服装，那些衣物设计精美，只是穿着起来过于不便，福舍大哥向来不卖他面子，倒是帝君一直很喜欢，收藏了不少。他如今所穿的衣物也是星元大将的手笔，战乱时期从未见他穿过这件，没想到后来才用上。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里。那个，没打扰你们吧？不会，有事。刚刚看大家都吃饱了，胡桃就让店员上了餐后的茶点。你们迟迟不回，派蒙有点着急，连点心都吃不出甜咸了。其实我也有点担心了，萧上仙刚刚有些坐立不安，我还以为是吃不惯这里的食物，想要回望舒客栈找颜笑做菜呢。没有，让你多虑了。怎么会，既然如此回去吧。请稍等，其实我自告奋勇出来找你俩还有别的事情。那这些是今天专门给你们带来的。这是杏仁豆腐。自从上次厨王争霸赛以来，我和颜笑也算是好对手好朋友了，有时会去望舒客栈找他讨论做菜。听他说客栈顶上的贵客最喜欢他做的杏仁豆腐，所以就找他请教了一番。实不相瞒，这次胡桃请客之前其实悄悄地找过我，说过要请哪些客人来，问我应该点哪些菜比较合适，所以我就提前做了几份杏仁豆腐准备带给你们，就当是感谢大家平素关照我了。得知是为你们准备的，锅巴也热心地跑来跑去帮了不少忙。让你们费心了，其实没有必。我会收下，多谢你，还有锅巴。不客气。哦，对，我的杏仁豆腐口感和味道可
可能没法和言笑做的一样，有什么改进建议的话请一定要跟我讲。嗯。就是这件事了。好了好了，我们快回去吧，不然派蒙要等急了。悄悄话了，不是说很快就回来吗？哼！你这家伙竟然这样说我！那我不仅让你知道什么叫时间观念有误，还要让你知道什么叫时量观念有误。你的点心归我了。抱歉，久等了。不打紧，左右都是闲聊，没什么正事儿。你们在外面聊，我们在屋里聊，不是一样的吗？哼，忙着吃东西呢，不理你了。不过虽说都是熟人，但过节聚餐，仪式感的东西还是要搞一些的。哦，难道是有什么风俗习惯吗？没有。不过本堂主为了讨个好彩头，现编了一个。择物不如撞物，就用桌上这个熏香的炉子吧。烧了这么久，里面的香料也快燃尽了，那么就让在座身份最尊贵的客人为大家细香点火，意为生生不息，祝愿新的一年蓬勃发展，日新月筑。原来如此，好意象，不愧是胡堂主。那么说到在座身份最尊贵的客人，一定就是钟离客卿了吧。我对客卿的事迹传闻不怎么熟悉，但刚才聊下来，他的见识和学问可是让我这个遍观世界的吟游诗人都大开眼界呢。如果说知识也算力量的话，客卿可以说是力大无穷哦。论说话的水平，果然还是大诗人更高，我只是记性比较好而已，如此平平无奇的能力能被说得这般厉害，您的口才才令我佩服。说来每个人都能推举人选。我自然觉得应当让堂主续香。哎，不行，你这属于下属乱拍上司马屁了。都说了要让贵客来，我这个做东的怎么能算在内呢？既然吃了一桌好饭，那还不如让在座的唯一大厨香菱来比较好。哎，是这么算的吗？可这顿饭不是我做的呀。哎，小问题了。你们看啊，香菱，仙人的亲传弟子，炉灶之魔神的同行伙伴，逐月节厨王争霸赛冠军得主，著名饭店万民堂唯一继承人，本堂主的老友之一，难道不够格吗？怎么感觉名号越说越回去了？听听，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那要这么算的话，难道璃月港最大的商会之一飞云商会家的二少爷不高贵吗？不要突然带上我。哦，也不错呢，有商会少爷点香，大家来年一定发大财。没这个道理吧？而且发财虽好，还是不如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来得重要。所以说，应当让擅长驱邪、保护大家家宅平安的重云方式来才行。啊，还有我的事呢，有降魔大圣在，怎么也轮不到我吧。论辈分，在座的只有萧上仙一位仙人，那定当。我拒绝，我绝不是在座身份最尊贵的人。
以各位的眼力定能明辨。在座有一个人与所有人都熟识，虽然你这家伙总是损我，但的确人缘很好，和所有人都认识呢。啊，不对，我刚刚说不要理你了来着。啊，还有吗？哎，哎，你的意思是？我才是这里最尊贵的客人嘛！啊，这可真是突然。我赞成，这个人选好。要是没有一个坚持陪同的伙伴，漫长的旅途就会变成一场无尽的孤旅呢。一旦有了说笑打闹的朋友，所有的景色都会变得多姿多彩。旅行者游历诸国，留下了许多精彩事迹，可若是没有派蒙，这些故事也会单调不少。你的旅途能平安顺利，派蒙功不可没。天哪，突然这样被夸，我好不习惯。那个，大家都是真心的吧？谢谢你，虽然你刚刚让我等了好久，但我不生你的气了。派蒙不必在意，朋友之间就是会互相打闹的。嗯，好像的确是。所以派蒙对旅行者而言，就像锅巴对我来说一样重要吧？嗯，看样子大家对选派蒙都没什么意见。我赞成旅行者的选择。那就这么定了。接下来由世界上最厉害的旅行者的最棒的伙伴向导挚友派蒙来为大家重新点上熏香。来来，派蒙，火柴拿好，别烧到手哦。好在耽误大家时间，就此散会吧。
是呢是呢，茶也很香。咱们之间不用说这些客气话，下次本堂主请客你们记得再来就行了。我看看夜路不好走，我送香菱、行秋和重音他们回去，剩下的客人就请客卿照会一下吧。不必不必，我接下来要往海上走，去见见船上的朋友，就不劳烦钟离先生大驾了。你应该知道我说的地方在哪，有空来找我玩啊。很高兴认识各位，等春风拂过的时候我们再相会吧。再见，今后有机会一起写诗。那我们也先走一步。哦对了客卿，待会儿记得回一趟堂里，我还有事情找你。明白，堂主慢走。那么接下来帝君叫我钟离就好，我如今在离月港以凡人之姿生活，不过是芸芸众生中一员罢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若论辈分，钟离这个普通人应当敬称降魔大圣一句上仙。不敢。怎么你也？哼，这番话并不算是玩笑。听说今年海灯音乐节期间，你们和歌尘浪士真君、流云借风真君有过交流，想来又得知了不少往事吧。同一事实，在不同人视角中呈现不同模样。随着记录者增多，一样的故事也会传递出不同的情感与面貌。我曾与一位名叫索拉雅的须弥学者畅谈古今，对他的研究课题有所了解。从他寻到的证据和由此得出的推论来看，他所研究的部分已经较为贴近事实。但人以及魔神都是有很多面的。人类的文化传说中留有许多或高高在上或亲善有为的魔神，但对我歌尘浪士真君、流云借风真君或是萧甘雨之辈而言，那些出尘的仙人和神明更该说是身边闲谈打趣的同伴，彼时彼景亦如此时此刻。正如萧在民众眼中难以接近，但对旅行者来说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有些事情无需介怀。第钟离大人的意思是？看你的样子大概已经明白了。嗯，堂主叫我送送各位，但以你们的能力应当是不需要我的陪护了。夜色正美，我也想四处转转，闲逛之后就该回去与堂主碰面了。那我先行一步，各位再会。钟离再见。大家都走掉了呢。每次这种热闹的氛围结束后，心里都有些怅然若失。不过还好你会一直陪着我。不对不对，应该是最最尊贵的向导派蒙会一直陪着旅行者。哼，你心里清楚就好。萧接下来准备做些什么吗？要不要我们陪你在离月港转转？不用，此番逗留已经远超我预计的时间，城中灯火虽好，也该回去了。这次事出突然，多谢你的关照。嗯，那么下次再会。